欢迎回到新闻现场，来看到一旦发生心血管中风病症，都得跟时间来赛跑。中医大新竹附一打造一站式的救治，也提供癌筛再生医疗，参与竹竹苗防疫联盟，协助筛检、疫苗接种等等。而今天举办三周年院庆，展现成果，医师也化身萨克斯风乐手来庆祝。想起医师医事出列，取出了癌细胞中心、达文西手臂、颅内动脉取酸手术等牌子，展现医疗成果。中医大新竹附设医院今天举办三周年院庆，大唱生日歌，也切下蛋糕，达成优质医疗全人照顾的愿景。我们成立了防疫咨询顾问小组，陈志亮院长也参与我们小组的成员。那同时，我们也成立竹竹苗科技防疫网的组织，也感谢蔡董事长也参加我们这个组织，因为我们有这两个组织来协助我们在防疫，所以我们在防疫的过程里面能够很顺利的完成。工研院、国务院、清华大学、交通阳明交通大学合作，以及产业界合作，共同来研发并培育高阶的研发人才，建立卓越有特色的高科技生医园区。人心人数的医师脱下白袍，成了吹奏动人旋律的萨克斯风乐手。中医大新竹附一有800多位的医护人员，以救心救脑救急为使命，不仅有中风一站式医疗，也在疫情期间成立了领药得来速，更打造零接触的核酸检验对抗疫情，每个月都帮助了120位的新生儿诞生，更引进了体外反驳治疗仪来救治心脏病患，更完成2000例的心导管等，病床数也增加到了300多床，让竹竹苗拥有更好的医疗环境。我们的妇产科一个月平均生了120个宝宝，那这样的妇产科医师其实是很辛苦的，但是还有我们的心导管也突破了2000例。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救急、救命、救心。提供癌筛再生医疗，也参加竹竹苗科技防疫网，未来要朝向智慧医院前进，在产官学研合作下，要培育更多医疗生医人才，照顾民众健康。